是什么？这个嘛，你猜？雷蒂，你就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了，我心脏不好，承受不住。这次你快看看，你这丫头变脸可真是太好玩了。陛下，这次不要总是这么严肃嘛，每天板着一张脸。我好不容易避开人来看你，你都不对我笑一笑，你这样可一点都不好。之子，你住在冷宫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姑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姑吗？嗯，陛下，我等一下。你们继续啊，可以当我不存在的。苏萌萌，你出去。是，凤君，我马上就出去。快溜快溜。没想到竟然看到了女帝和凤君卿卿我我。比起太后，我果然会先死在凤君手下吧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喂，那个什么，你的侍女笑婉她昨天回去后没有着凉吧？天气老师，我还没向你道歉的，昨日是我比较担心秀婉没有着凉就好。你不必和我道歉，我会晚点再去找他确认，告辞。所以你拦着我只是想问问秀婉的情况吗？他的耳朵为什么会这么红啊？这种莫名吃饱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我仿佛像是走在路边突然被踹了一脚的狗啊。算了算了，凤君那边既然已经交代了，那我还是先回春生殿吧，想想之后的事情应该怎么面对吧。秀婉，秀婉，秀婉，快帮帮我，这些东西太重了，好累啊。郡主，快给我吧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在你去凤君那里之后，太后就派人来了一趟，刚刚才走。那人说他是传太后懿旨，宣嗣为郡主明日某时于仁寿宫觐见。这么快就要开始了，这场非生即死的考验一定要太后的阴谋破灭掉。臣女参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。哀家今日叫你们来，有重要的事情吩咐你们。你们也知道，再过不久马上就是哀家的寿辰了。你们之后可是要辅佐继承人的，哀家和陛下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将哀家的寿宴交给你们去办。四位郡主，意下如何？太后，您放心，臣女一定不会辜负太后的期盼，定会将事情做得漂漂亮亮的。四位郡主中，哀家就喜欢慕雪这活泼的性子。这样吧，你宋家以刺绣闻名，这次哀家的服饰就交由你来安排。是。周家善音律，寿宴奏乐之事就交给若曦吧，想来若曦定会给哀家许多惊喜。若曦一定安排好。清淮一向稳妥，这场地布置和人员调度就交由你来完成。清淮领命。至于萌萌郡主，你自打进宫以来就给了哀家很多惊喜，想来将宴会的膳食交予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萌萌郡主意下如何？太后过奖了，萌萌一定会竭尽所能让太后您满意的。让你的计划落空的。
甚好，那哀家就期待一下吧。既然任务都安排妥当了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哀家让人带你们去见相应的负责人。是，臣女告退。萌萌郡主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郡主您之后要负责的御膳房，老奴先带您去见御膳房的管事吧。好的，有劳嬷嬷了。哎，那边那个倒水的丫头，去把你们的管事赶紧叫出来。嗯，是嬷嬷，奴婢这就去。这老奴见过萌萌郡主，不知萌萌郡主前来未能及时出来迎接，还望郡主赐罪。这个小宫女该不会是郡主，郡主，孙管事正在同您说话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走神了。孙管事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萌萌郡主一直盯着这丫头，可是与她相识。